像，只不过说明有一个尺寸刚好的屁股。噔噔噔噔，专属 BGM。权衡之后的冒险根本就不是冒险。真磕碜呢，这个这皮肤咋这么磕碜呢？这脸谁画的呀？怎么有点像胡迪？外面跟里面怎么不一样呢？我的心里早就恶鬼横行，再多一个又何妨？点掏七点点，点掏七点走位，点掏七点点点点点你的鱿鱼，掏七点盐，闪现点，再点吃药，我靠，这也能死？我升级了都死了，带个凯旋就死不了了。如果任凭一个蠢货跌跌撞撞的在我前面，那我就依法带领这个国家。掏七炸点，掏七炸点，士兵掏七炸，真幼啊这鱿鱼。掏，哎呦我居然跑掉了，我没想到啊。点掏点炸点，这样的地位太过轻率。点掏 W A 炸点点，把饼干吃了，要不然刚才蓝不够用。吃不吃算了，不吃，回家出一个仪式的章节吧。我的话语比我亲手杀的人可多多了，我尽力。皮还来一双，出门炸掏
平 A 再炸点掏 W 炸走位走位炸 A 掏 T 开大点点炸接炸瞬间爆炸哇哎我这三个兵我们都补着了啊吃他一层塔皮吧炸掏 WC 炸炸平 A 平 A 平 A 接炸接 A 接掏 C A 炸206 190打不死掏没掏回来我们还有一个小饼干啊掏这波掏应该是死了炸拔拔溜炸这有点烦掏 A 走位掏七炸我马上升级然后蓝可以回很多可以回20%的蓝他不知道他以为我没有蓝其实我们这边能杀他炸开大走位 W 掏炸点烟平 A 平 A 炸往塔里边走炸 A 蓝 buff 给我拿下谢谢你的蓝 buff I love you 别忘了不争不战的路上炸掏回来吸一下我们已经加了105点法力值了这边兵收了掏吸炸再炸掏 W 吸炸接炸平 A 接炸平 A掏回来死了吸炸他打着打着他会发现我的血突然之间比他的血多了你知道他根本就不知道我的回血到底有多么的恐怖给我加血掏吸炸炸掏 W 吸炸开大炸 A 炸炸再炸不拆了走了
海眼可能要来了啊。把我犯下的罪名再说一遍，我就会告诉你胜利的代价。你出了多少个炸弹了？不好意思，我全是赖着，我八张赖着，美甲窃魂卷是不能忘了的啊。炸着没？炸着了，给我吸了一口。谁要听上去吉利？我生在贵族之家，我成了。抛回来，吸炸点，风走位，炸点，抛回来，吸炸，四层美甲窃魂卷。拿个阴血塔，掏七 W 炸点，致命点烟点炸点点炸，哪来的鱿鱼？我深深的明白，炸着两下。哎，为什么我炸着人在加速的呀？我有哪个技能是带加速的吗？啊，我点了行进速率。掏吸炸接炸点开大炸点炸，又是四层美甲的窃魂卷。他复活，炸他一下，三二一，一下炸俩，炸，掏 ，A 炸 A， 走了，不打了，丢了。挺烦人呢，是不是有精神病啊？啊，是不是有病？有病，我给你治治。我告诉你，我看到的越多，就发觉潜藏的东西。来个蓝林汉的苦楚，双折磨。我需要一个蓝 buff， 这到底什么鸟？机器鸟。可见到的。一般鸟啊，我跟你们说，都是越大越狠。为什么我身边能有这么多鸟？你们能理解了吧？
的红法了。在这蹲一手凯隐啊，扫一下，掏吸炸接炸开大炸呀，点一下死了应该。那凯隐人呢？我出来来，掏拔破柳七炸点致命点炎再点炸平 A 炸掏 A 七炸平 A 剑圣来了啊！鱿鱼死了。推不啊客户，版图的轮廓炸一下莫格拉吧，掏炸炸掏，怎么回事炸 A 炸掏 C 炸炸走位掏回来 A 炸 A 开大给我吸死炸炸掏炸吸平 A 平 A 风走位炸 A 掏吸炸吹波扣又是一波吹波扣炸风走位风走呗，透过他人恐惧的黑暗，有蓝棒给他拿了，炸，掏，打爆了西炸，真是的，非得要拿我的蓝。英雄杀起来就这样，就是狠。我炸一下凯隐吧，哎，他出来了，人家我们出一个猫子，掏，你很嚣张啊！我一看呢，你不要以为你进去了，我就没有办法把你整出来。炸，风走呗，给炸炸，掏，吸炸炸。掏没掏到，风走呗，炸掏死了，再炸，来一波一 v 五吧，给个舞台。给个舞台，
舞台来了，兄弟们，攒个小秒表就可以了。刚好出门给他炸一下子，炸！艾克怎么回事？给他送回家，炸！炸！我才发现我们家还有一个，还有个将军呢。上高地炸，好走呗，掏吸炸点炸，